峰哥，接到，嫂子，哦哟，你哪个整的鱼圈喽？出口店的缺哥哥安的脏水鱼圈。哦哟，那缺哥夸得好大的啊，整龙大条家都赔出来了。大得很。再会儿，但是看来有好多。哦哟，不少的嘛。垃圾鱼。古文泥鳅巴适，让人是老话说，水中人生，晓得不？哎呀，那是古话说，天上斑鸠，地上泥鳅。吃不到斑鸠，那我们就吃这个土泥鳅。走起，峰哥。肯定要整水煮噻，再会儿水煮才够味儿，是吧？那就整起噻。来来来，把盐巴给码起，先撒盐去除它身上的粘液。倒点白酒让它喝醉。现在陈泥鳅还在醉生梦死当中，给了一个痛快哈。嗯，把脑壳和肚皮给抠了。你说你缺口还弄大的，你才敢都弄这点东西哦。那还有其他的，还有黄鳝，还有爬海那些，我只说没要，只点两条。喂，天啊天，都可以下锅，二回不要丢喽。哎呀，有这个鱼胸嘛就够了噻。现在把泥鳅洗干净，控水，等会儿好下油锅。趁着泥鳅控水的时候，切点配菜，黄瓜、豆芽这些。吃水煮是离不了这些的。把根根去了。现在泥鳅沥干了，下锅再煎。再来卷起了，出锅了。趁着烧水，切点泡姜泡姜。来点大葱，配菜下锅出水垫底，加一点半包盐，出锅了，好垫底，炒进去了，大蒜下锅爆香，来一勺豆瓣酱，热点下锅炒香。来点花椒增加麻味儿，来点山药水熬出汤料，水开调味，加点盐、白糖、味精、鸡精，再加点生抽。泥鳅下锅了，好，下锅焖起，等点白酒去一阵香。黄瓜上锅煮起，时间到起锅了，要得。淋上汤汁儿，来点花椒，来点干海椒，淋上热油。撒点香菜，开吃了，啊！干肉啊！今天这个水煮鱼圈整得好，嗯，麻奶油肉，嘿嘿，多吃点，嗯，那叫水中人生，你晓得不？这东西多难得，不吧？不是，不要去相信。关键现在不好弄啊，当娃儿那儿这个东西你走进去肯定是一抓一大把，嗯，但是现在真的不好找，对，真有机会。今天我给他按半天才敢弄完，还得嘛弄点儿，弄得都不错喽，很多甜头已经没得了，快吃，真的喂饱了，吃都不想吐的，嗯，好吃，巴适，再吃一个。吃鱼就是吐了哈字，我几十年吃鱼就从来没吐过字，真的全部加吞了。之前我吃鱼就是在吐字，骨头香。但是今天
是你蒙古的肉一圈之后，嗯，我就不能吐司了。香啊，真的可以可以，吃啊！必须要做碗饭来收拾了。又下班了，嗯，非常下班。不是啊，我叫黄瓜。你倒是嘞，你做的弄省你嘞，是吧？嗯，这配菜都感觉入味了。做黄瓜。哎呦，Siri，你这接的太少了，都不够吃。就是啊。你明天再多接点要不？要的啊，明天我只有去告一下了，我不晓得还接得到不？整的多的话，我们弄来炸香，要吃个椒盐泥鳅。椒盐泥鳅？嗯。就是专门炸啊。嗯，整点下酒安逸的很，有什么？炸鱼圈噶？对头。要的。那我明天我尽量去多接点。记得哈。嗯。啊。